主料鸭腿五个，辅料腌料酱料苏打粉蜜桃姜粒五香粉盐头区趴脚桂皮蒜粒香叶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鸭腿洗干净，加水慢火煮一下，去掉血腥味，接着泡冷水片刻，再晾干水备用。鸭腿表面用叉子或者竹签扎孔，肉面划刀，让其腌过程更入味。鸭腿放好，皮朝上，慢慢倒入腌汁，封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腌6到12小时。适量的盐和苏打粉，准备去腌好的鸭腿，表面抹上一层盐后，再抹上一层苏打粉，放半个小时，烤箱220度预热10分钟，托盘铺锡纸，把鸭腿放烤架上，烤箱220度上层烤20分钟后，取出鸭腿，再取托盘上烤出来的鸭油刷在鸭皮表面，回炉烤5分钟后，再取出刷一层蜜糖或麦芽糖，盖180度烤10分钟左右即可，把剩下的腌制加热，加入2大茶匙丁梅酱，少许蜜糖混合，搅拌均匀，挤成食用酱料，把烤鸭腿展现，浇在鸭腿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烤箱220度预热10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